Zombie Apocalypse.我不知道你们战力如何啊？现在3-7哦，5-6哦。我跟八加九他们现在快要过来了。好，撑多一下，撑多一下。哎、欸，是，哎、欸，准备机，后人门口，后人门口，我已经进战线了。看动漫，快充电炮，你换鸟东，我在荆州啊。不会怕你带那个，后轮赶快补人进来哦！不会怕你，就是他这个是调虎离山计，换了、啊，完了，哎、欸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哎、欸，后轮赶快补人，等一下我换血、哦，对面快满了，换血在那个旁边，没关系 ，AI 你等一下带兵上去，还有那个葵，嗯，你们两个带兵，你们两个带兵上城墙，那个不会怕神鲁宾，你们也是带兵上城墙。然后主要是什么？其他 OK， 其他是那个什么大盾的长枪的摆好位置之后上城墙 TP 值结束。等我带什么兵？哦，我直接撤退好了。你直接选八加九，看到了你就直接上去了，就不要换。他自动帮我选的、啊，我撤了。他自动帮我选八加九吗？那你就赶快换，能换能换就换。不能换的，你先换不掉。右边破口兵要放好、哦。你们直接把兵拉出去没有关系，对面没有投石器，所以不用担心他们会炸。对方在口下炮，注意哦！哎，小米后面梯子，梯子梯子，准备阵型。三个人来了，梯子，我看后面哦。右边破口需要兵，破口只有两组哦。机械架好啊，破口的器械。对方一组波兰裔在外面，正门左边梯。小米，这去过吗？正门左边爬梯子哦。好。罗瓦图要不要走？去，被开了。有人爬上来了。我被剁死了。啊，谢谢啊！小米，那个破口这边上、那個、城墙上有人，一对那个马、欸、那个疯子。喂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先回头人了。战神八加九，那个你们先进后人，先进后人。哇，没破到，抱歉。里面缺什么兵？缺进中，打进来了。破口需要人。哇，靠，整群的。破口被破了，破口被破了。破口进了。快，我们回破口。那个，破口进中太少了。你建议有没有在 DC？ 有的话，帮我去后补一下。是没在底细，会把记得把血拉满，拉满之后你去帮一下，打进来那个补给点，走，我们补给点，赶快补人进去哦，里面没有满。哇，全部进来了。哎，里面为什么我们没有人满的啦？赶快挤进去啦！我的被追击啊！这个补给点，但是补给点，我跟另外一个在抓了。现在能进的就赶快进去补人了。现在拓轮二线有三组骑兵在那边闲晃，小心一点。在外面被追就进城里面防守啊，进城里面就不会被追了。送他出去。刘小正，你们被追喽。人进太少了。刘小正，这个兵一直被推掉。啊？那个你们的队伍全军覆没，全部被追杀。我知道。哎、欸，对对，他们的那个补给点施压。
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进墙了，我进墙了，我避开那个追击了。跟随，我进来了，我进来了。右补哦，右补，记得抢回来。那一箭一包是死的、啊。有没有人可以从这边偷？有没有从这边偷？有没有人骑兵？换骑兵从这边偷？往那边去撞他们屁股。可以的话，这边的可以的话，赶快杀武将。那个有一个长枪快死了，长毛兵战矛快死了。好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这边这边来一个骑兵。我去，我去，我去。小门有开吗？没开吧？没看到，我不知道，我这画面看不到。哎，阿俊，阿俊开炮，阿俊开炮。撑着，撑着，哥哥撑着，阿俊开炮了。保护小炮，保护小炮。那个阿俊，你朝中央这边来开，可不可以？中央这边。小米，小米，怎么破火？要不要帮？我们家正在补人。我说给我一句话，你要不要帮就好？不用。好。把武将送出去。哎，小门注意哦，小门注意哦，这边有一个人。那个邓毛上前，邓毛上前。右边这边有人在偷哦，右边有人在偷。右补这边，也是韩月可以处理一下吗？韩月有人在哪？哦，你的前线，那个。哦雪林雪风林去帮忙，对对对。然后骑兵吗？要骑兵吗？好凶好凶，你这边好凶，你右后方，你把兵拉到右后方，这边有人在偷墙，去弄他。小心旁边他们波兰一冲过来，你们现在的左手边，波兰一那个气垫步往后看，气垫步往后看。对，进中网站，漂亮。边小门的那个耐久度快没了，小门太多人了。行行行，没事。小门破了。今天。行行行，换兵，加器械，加器械。大本营加一台器械。对面没有背章，可以可以可以。破，侧门破了，侧门破了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回去哦，回去哦。听到。加器械，大本营的加一下器械。我死了。没事没事。我去挡了一下破口，他们进来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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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现在把武将送出去，把武将送出去。没有进中没有中士的人，直接换马，冲他们就好了。尽量把武将送出去。漂亮。然后在外面的就不要再晃了，在外面直接回本阵，在外面回本阵。哎，风铃回去了，风铃回去了，在本阵架起来。我们备战有八，我们备战有八，没有兵的，没有烂兵的就可以直接离开。然后吉米推得了吗？吉米，谢尔玛目前谢尔玛一个防守，四个人在打。器械先架好，器械先架，至少可以给队友用。不要怕浪费，不要怕浪费，拖轮丢了你就浪费不了了。拖轮一掉就有几十，算过了哦，大概100多万的银币消失。我可以进进攻方然后发呆吗？挂网可以啊。如果你进得了的话，可是你会被踢的。对啊，你进得了的话。谢尔玛有人手吗？有三个。他，你可以看啊，看一下。我现在人在里面，我看不到。三个手。啊，多少人攻？五个攻。啊，是谁在攻？车门进来，车门进来。是谁在防守？就车门要兵，车门要兵，都武大的，三个武大的，好好三个武大的。喂，器械记得架，器械记得架，不要省、啊。喂，车门大哥们，四个人。哇，
啊，真的不用管吗？哎，里面没兵的就出去哦。侧门的我波兰要冲了，侧门我波兰要冲了，我不管，冲了，侧门波兰冲了，波兰冲，波兰冲，撸，直接撸，武将送武将，送武将。哎，里面怎么样？突然里面怎么样？目前局势稳住。送武将。那我去签嘛，看看。那个现在能换马的两三个换马。有备战吗？有备战吗？从门出去，从侧门出去，绕他们本阵，对，绕他们那个这边补给。韩国剩下12个，没有后补。他们现在备战很少，麻烦帮赶快。换一下，我备战很多。他们现在备战少，赶快。有马的人换一下，从小门出去撞他们侧面，然后配合正门一起直撞入他们一波。来，哎、欸，有办法的话，有办法的话把兵往对方的中线那边压，有办法的话。集结作战！哇，真的没有。来，侧门的尽量侧门往外推，正门卡着，其他人马的往外推。然后正门的有器械就麻烦架一下，将军炮也好，往外面朝着上次我 PPT 讲的那样去架。救命！啊！什么声音啊？是怎样？你要射了？是的，快射啦！很强。他那个武将来，是啊，爬上来的哦，那叫蛇。赢了，对面还有人哎、欸，这边应该回无力回天了吧？我们都知道他们本阵没。拓轮大概剩多久时间？14分。啊，对方本阵有战吗？战了，已经当了，战下去了，还在战的。谁呀、啊？嚣张在别人本阵前面那边跳舞啊！我很击败。哎，外面有一堆我们的人被追击哦，还要帮忙哦。我在外面追。现在谢尔玛的备战是够了，所以你们现在帮被追击的人可以帮忙追击，就是不用一追多，可以多追。不用备战了，备战的人可以出去了。对，可以出去了，不用看了。在拓轮的备战，麻烦高战的来谢尔玛这边做准备，或者是帮忙追击。现在可以追击。拓轮结束了。现在谢尔玛他们人压进来哦，谢尔玛他们人是压进来的。哎呦喂呀，差点要补兵，接着补兵啊！注意准心。有炮兵真好啊！我也被打了。步步林是进攻队来防守。我是说李思维。啊？那个李思维被打、啊。李思维韩国吗？
可以啊。魏营的，魏营的那个还好。两个人，他们来玩的吧，那没关系啊。嗯，所以现在放了几十元。现在可以追击，现在可以追击。如果你们想要去李斯沃也可以去，但是不要超过六个人，五个人就好。五个人就好。你们要帮圣米吗？赶快哦！五个人就不要再进去喽，五个人就不要再进喽。还是帮忙追击，帮忙追击就可以了。我只要的都没开。以追击为主，如果拓轮被开，拓轮修整完之后就回，全部就是回拓轮备战，因为他们是还会开的，可能性很大。你说我很多。车门放这样子，他不能一进来就全死哦。我要去卡住了，我重开哦。嗯哼。我靠！他们没有盾吗？全部都进中，我靠腰！进中把他拉到旁边啊，一直被飘欸。我们是进中联盟欸。哎呦，太多进中了。这进中一直被飘欸。太多进中了，有没有人换个盾挡一下吧？那个一剑一。你兵不够，你麻烦你退出来，你不要带蓝兵。一剑一有没有听到吗？他不在 DC。我已经用里面跟他讲。好。将军，敌人正在进攻我们的据点，准备阵型，全员列集结作战，全员列阵，准备阵型。小米，哎，我们可以出去到侧门背后啊，如果有骑兵的话。哎呀，我听不清楚，有点模糊。有什么？不能可以出去到他们侧面的背后，因为这边对面没有人。你说谢尔玛吗？集结作战，准备阵型。听不是很清楚。有人叫我吗？有，你听到吗？拖了一分钟哦。外面又有韩国人。两分钟啦。集结作战。刚刚是谁讲话？是九号镇吗？拖了一分多。有看到韩国人蠢蠢欲动。贾老师，你讲话很小声，我刚好听到你叫了。喂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现在听到了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哇，刚刚我一直讲话，一直叫人去守，完全没有人听到耶。啊，就应该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没声音啊？怎么听得到？对啊，我一直自己喊别人。我撑了好久，但是没有人来帮忙。看来是有国家机器。我先把我的人放在拖轮了。嗯，在希尔玛的都不要出去，在正常建战场里面都不要出去了，继续打。其他人先回拖轮。准备阵型。然后希尔玛我退备战了。小米冲得了吗？上天了，巨斧上天了。没办法，这边已经五个了。哎，巨斧，你自己先带队啦。没关系，你刚组的谁？跟他讲一下啊。哦，谁把他踢掉？不是谁啊，是有如果有在 DC 的话，讲一下啊。哎，你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那个我主战成员回来了。那个谢尔玛正门有骑兵。我有队啊。正门骑兵进来。等下，巨斧你说什么？那个十六哥加我进啊。哦、你回去啊，你九九十六哥。啊，你这样
好啦好啦好啦，其他的话先不要说。我回报一下目前韩国位置哦。好，那个佣兵驻地那边目前是在外面有两个，然后现在在赶来路上有两队，然后在移动的有也有两队往错人。OK。哎、欸。哎，追击追击追击！去帮一下，你去帮一下南龙。我在帮南龙，我要进来。谢尔玛外面他们是不是开始架器械了？没有，他们没有备战。他们没有备战了。嗯，谢尔玛没有备战。所以我要压出去了吗？谢，我觉得不要，因为这个阵型是有点跟武辣他们那边有点一半一半，所以我如果讲冲出去，我怕。武辣的不知道，因为我就是从武辣上面跑下来。因为可是有一些人是那个、啊，有一些人还是在武辣那边。对对对，因为我们上面现在频道很乱。托伦有他跟托伦过来哦。好，托伦好 ，OK。一人看一边，从一人看一边哦。一人看一边。他是啥兵啊？普洛克，记得进哦，记得进哦。看他是来送你的吧，这个人。他们外面很多马哦。嗯、我有冲掉，冲掉两队哦。集结作战，全员列阵。兔轮等他们开再进战场吧，不然。被追击走就麻烦了。啊，那你可以在里面，对，就是人进城里面啊。破口两队嘛，破口两队嘛。杀他！真是不要打这两个家伙。集结作战，准备进行。集结作战。哎、欸，那个。我以为他出马了。魁，你的兵拉后面一点。这是你的兵吗？哪一个？哦，怎么一起平推了？太亏了！真的是没讲好。讲好啊！我们还有三队进中。可是正面的有啊。正面的、那個。正面。拓人 OK 吗？还没被开啊。他们还没开战场。哦，拓人一切有没有人看？小腿站，大人。正门破口这边没有进攻，正门破口。楼梯这边补个进攻过来。哎、欸，怎么才进来就结束了？那个进攻，等一下不要一起推啊，太有默契了吧？分开啊，分开推。太有默契了。巨幅那边小心哦，那边一堆韩国人哦，我去帮一下哦。追不到那个骑兵啊，太快了。可以挡他们吗？哎，韩国人插旗哦，把他们挡住，把他们挡住。哎、欸，他们盖前线基地哦。不插旗哦。拖轮吗？还是他们在想打？对，拖轮。哎、欸，那个韩国人拦下，韩国人拦下，要加炮了。孤防。我们现在在拓轮的人够不够多？如果够的话，有15个人呐、啊。如果够的话，就出去打，派一队或两队，派一队或两队就好。不够，不够吗？就先不要了。如果不够，那真的算了。不够，再让我进来。我刚才出城看，全部都是他们的。欸、他们在破龙外面，那个给了一大堆苍蝇啊！他来追击我们了，快出去了！先在城里吧。如果高站进城，然后低站的在外面，低站的去追击。哇靠！被卡了两分钟，我追击哇！死掉必须得帮忙啊！我靠，五打一。我一打五哦，我的天哪！
我的天哪、哦！你不是一个人，一个人打五个人啊！你不是一个人，我也是一打五，一个人的我也是一打五。我有一个人，一个人这样给我，我是二打五。那个现在有人，先应该说在这个 DC 频道的有人是在谢尔玛备战的吗？有两个啊，这两个人是谁？是我们这边的人吗？哎 ，Hello， 没有吗？都不是。你吃什么？那我吃泰式椒麻鸡啊。我要泰式椒麻。不吧？那个他们很像在卡我们人哦，他们在拓人那边有开，是松板猪哦，有开前线基，有开前线基地。你要吃松板猪？那个要拆吗？要拆的话需要帮忙哦。如果他们开拓人的话，拓人人先补满，多的人再去拆前线营地。对，备战至少要五个，如果够五个，就主动的去开前线就好。啊、前线的前线也不要太多人，前线也不要太多人，除非他们有在补人，不然就是三四个就够了，因为那个就跟打村一样，应该不会太难。我想问一下，小队长都组满了吗？我这边满了，都满了，撤退吧。哎、欸，十六，你那边人满了没？嗯，满了。好，那撤退吧。好，米拉，你先自组一队。O W， 等一下我组你，我这边少了。啊，我组啊。哎、欸，那都这边的人都组了吗？反正你们先组满，不够的话我来组。说他我的，我先组哎、欸欸。往外、嗯，他们人撤了，往外，他们可能要去，他们要支援拓轮了。往外。集结作战。他们拓轮有前线基地哦，他们拓轮有前线基地哦，赶快。全员列阵，集结作战，准备阵型。前线基地剩下八十秒。拆一把。哎、欸，不能打吗？前线还没盖好啊。没有盖好也可以打。哦、没盖好也能打。不打不兵哦。在他盖的期间就可以打了。哎、欸，战力低的去打吧。哇，这句，哇，你这句话好像有那么点，集结作战，全员列阵。这句话是实话，可是有点硬啊。第一站大概就是有子兵，但是不够，然后只有一组的那一种。对，就第一站。出来就被追了。好残忍啊！要帮他们吗？都敏有没有人手？哇！我开前线吗？第一站优先打前线啦、啊。边集结，注意一下。对，你说我吗？没有，还在跟里面的人讲。我看哦，记得换兵哦，苦力趴。啊，没有，这不能。我知道你进去记得换兵。对啊，够这个爸爸够痛吧？控干速度上城墙哦，因为你是带白的。我看一下哦，控干城墙。干嘛？然后太多人那个了。那个了。马尔他还没晋升。你就换将军，不，换那个野蛮人，或是比较高机动性的那个小步小盾兵。有人要上来了，有人架梯子了。有人为什么要打前线基地、欸？他们已经开前线基地了。他们开前线基地了，哎、欸，城墙上要有人上去架梯子啊，把梯子啊，我在架那个机器人、哦，我打掉了，他的炮打掉了，所以，
内门我好像打不到。有人架旧炮。哪里？打掉，打掉。点个位置，点个位置。在那个苦力帕前面。苦力帕在哪？哦，这里。哦，有看到将他弄将军炮哦。我的炮转不过去哦。他的防御也占没了。侧门剩三十，破口剩33%哦。那个破口快爆的话，上面的人就记得要下来了，不然会、那個、炮的不然会被断哦。炮击的可以停止了，炮击就可以停止了。那个对方你刚炸的地方都没人了。哎呦，他们这一次那个、哦、那个正门哦，他们挤正门哦，他们挤正门。我下去了，我下去了。看一下，记得那里，兵不要放那里，兵会被嫖，兵不要放那里。我那是谁啊？不在 DC 的人，谁冰封了啊？战神在不在 DC 里啊？好、哦，结束了。战神 King 吗？有吧？你刚冰送进去了、啊，送他们了是不是？哇，我拿到亚平平冰装。我刚刚冰送的。哇，冰的可恶哭啊！八加九，那个喷火冰是永久的吗、啊？啊，对啊，永久的、啊。哇，太扯了吧！那个一直烧一直爽哎、欸，哇，怎么解的、啊？好爽哦！好，然后发挥了超能力，而且我有带亚平尼的，嫖最多兵哎。吉米，你赶快回本阵，回后面的补给。吉米，你回后面补给。哦、看到了。好，哎，被送出去了，可恶！哎，怎么本阵在偷战喽？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准备阵型。啊、你谢马需要帮忙吗？谢马现在零备战。好，那我过去了。来两个、三个就可以了，因为他们也没有满。Huge， 他们一大堆人守前线。AI、哦、走吧，其他人继续守。米拉，你留在托伦。托伦外面一堆韩国人、哦，你们全部留在托伦，其他人全都留在托伦。全员列阵。集结作战，准备执行。集结作战。那个等整修剩下30秒之后，一些人直接换那个换骑兵去撸他们前线。准备执行。五个就好。集结作战。五个人换骑兵撸他前线。全员列阵。我要卡他们人。没有吧，拿农民吧，农不要拿农民，你们要拖的是时间。没对，我被追击。没对，准备阵型。我问一下，五个人打我一个，我要怎么办？你就拖时间，你没救了就拖时间。没有，你直接把游戏关掉，你直接重开。准备执行，还不一样。集结作战。哎、欸，我至少不会被打死。打死，还是把游戏重开嘞？对啊，结果都一样啊。至少不会掉兵装吧？好像是受伤了，直接丢，你不要想了。有工程塔、哦，外面有工程塔，有工程塔的追塔家伙，所以打那个工程塔的。讲错了，我一个吓一跳。是啊，哇！备战五了，备战十九嘛，左边破口全部进来了，备战十九。哈哈哈哈哈！是我的一倍，你们就知道我。想太快会守
哇，嘴巴会，不要紧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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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感觉到你很紧张，你讲一个十九，害我吓一跳。第二名的那个伏击点，你欢迎两队人，两个人。我知道你很紧张啊，我也很紧张啊，我也很紧张啊。被战五还是被战五？陈托人陈仓上面要有人。他那个检验基地要不要打下？刚刚上去的一样上去。检验可以的话就打，可以的话就打。哎、欸，碰杆上城墙，我没有打，我忘记带，没差没差，算了。现在多人的话，就是去打他们那个前线，打他们前线。我在床弩可不可以啊？床弩就架后面吧。床弩架上面有屁用？谢尔玛，我们十一打十五哦，我们十一打十五，我浪费一个那个、啊。那个浪费个凡西啊，加速对前线打不下来啊，对方还有很多人啊，拖他们人就好。破口五十趴，这是前线有开吗？前线开了吗？前线开了，前线三打四。一些加起来器械，哇，怎么全部都是橘牌的啊？太凶了！破口37，破口37。谢马被打进来了，谢马被打进来了。破口28哦，那个多的人去那个去谢尔玛吧，多的人去谢尔玛。谢尔玛，七个打十四个哦，七个打十四个哦。一九，你会不会太不讲武德了、啊？哎、欸，不，我可以直接进吗？你们那边人够多吗？因为谢尔玛现在人不够哦。谢尔玛人不够。对，谢尔玛现在人不够，现在好像打十五吧，没有指挥官已经被推进大本。雷布尔没有指挥官不能宣啊，谁是指挥官啊？我看一下，叫恩恩帮忙一下，不然谢尔玛，谢尔玛先走，谢尔玛先走。我们先去谢尔玛帮忙，先谢尔玛帮忙。谢尔玛，对啊，那又是魏银卡。再重复一遍，这边有工程车哦。哎、欸，他们拿炮兵出来哦！行。哎，阿俊，你有没有你的炮兵有没有角度可以去炸到外面的工程车？炸不到、啊，那要上城墙。完蛋了！工程结在架那个啊，架炮啊！哎、欸，从城内架旧炮炸到那一台吗？应该可以。可以啊，可是为什么不架将军或是那个将军很吸进很快啊？哎、欸，正门有人，正门开始打进来喽，正门开始打进来喽。目前侧门一个，侧门一个人在架炮而已。需要还需要至少两炮。先上去架炮炸那一个工程器呀、啊！快哦，快哦，拜托！上面的人上下，他们快推到了，至少要架三台了啦。哎、欸，要怎么放人过去了？在已经在架了两台了，一九跟那个银护者也在架了。这边注意，这边注意，这边有人偷溜过去。工程器血多少？工程器血多少？血还不到那个，还没扣到一半呢。银护者扣三分之二，银护者狂掉了，来不及了，那就没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撤银护者下去吧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准备城墙。侧门的敌人可以退出去吗？往布伦走了。谢谢。等一下进去，我要用旧炮吗？好，放在楼梯的兵撤掉，撤到另一边来。八九，你来我盾这边，你退后面。我重申，他们待会重申一遍，我重申一遍，他们调到你的兵。正门口不要去武将，正门口不要去武将。哎、欸，对方又拖一个那个，好像又要拖一个工程塔出来哦。都在正门口的都在那个旁边，不要去大门口。我现在看不到。现在在那个大世界这边还有一个工程塔。好硬搞哎！大世界那个可不可以追击他？追吧。对啊，可以追的，赶快追一下。哎、欸，小米他们现在刚刚在城墙上那个对方在城墙上架就那个大炮。这边，后面补给，他们有人要偷了。后面补给，这个补给有人要偷。勇者加油阵，后补交给你们哦。
尽量。哎，我等一下带旧炮进去吗？来不及了。小米，你们需要什么炮？铁砂吧。铁砂将军。城墙上的那一个带他带什么兵啊？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们换个野蛮人上去清他们兵就好了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？大部分都进中，那就可以啊，进中 OK 啊。这个位置不错。可是要后补安全。哎、欸，那个侧门下来喽，吧？不是啊，正门楼梯下来喽。意味着去正门。你带兵去正门。你那个可不可以解决一下他啊？可以处理他。好，叫啾。就铁砂给我一下。可以处理他，我打不到他。那个没有兵的就叫兵，不要在那边武将单挑。没有兵死光了，赶快就回去叫个兵了。欸、那个中央据点要来帮哦，中央据点来帮哦。我放一堆兵过来，保护阿军的小炮。后面 NPC 的兵出来了、欸、，NPC 兵出来了，赶快趁这一波有机会把他们打回去。趁这一波把他们打回去 ，NPC 的兵出来了，然后破口的人。留两队就可以了，其他人拉走，其他人拉去正门帮忙。我去正门。然后炮打完的话就控兵，不要把武将一直在那边控那个器械，还是要等他跑完 CD 啊。然后正门缺进中哦，正门缺进中。来了，进中来了。现在 NPC 的兵有来，所以赶快趁这一波把他们打出去。破口没人。哎、欸，破口有一个绕破口，注意一下哦。好。然后没兵的赶没有兵的就赶快去拿兵出来。啊，兵死光的就赶快出来。我们备战有9，我备战有六。我们备战有六。然后进来的话，器械就塞好了。然后现在中央据点进。可以的话，把器械不要朝着门口炸，因为他们有那个工程器，所以架那个楼梯那边会被打掉。侧门有人守吗？侧门一波兰哦，有波兰，波兰冲了之后进中就要推哦。只有进中可以挡下波兰哦，挡得好救队友，挡不好队友喷钱哦。旧炮有旧炮，他在架旧炮。我们备战八，没问题。如果你兵没了死光的话，就是器械架好给队友用，然后撤出来。狂战进中。以子兵为主，然后破侧门，他们挤侧门了，他们挤侧门了，侧门需要盾，侧门需要盾，现在进中推了一组，不够哦，会破哦，啊破了，他们很多人进中，快推，进中平，稍微挡住了，哎，再来赶快补，前加，赶快补，中士往前加，不要摆在后面嘛，中士往前，中士那个那是谁的？那谁的中士往后往前补、啊？我不知道这谁的中士，谁的中士往前压？没关系。波兰冲了，哇，这个波兰没有挡到哈。那个后面的武将砍一下波兰。哦，有，不然死光，有了。他们有武将进来在拆塔，在拆。杀了。哎、欸，他们有炮兵哦。看炮兵在哪？没了，城墙上吧，城墙上，一堆魔马尔他，还有中士，有九九跟 A E G A E I G A E I G 上去跟九九一起去清那个炮、欸、炮兵 A E I 跟我过来，快点，然后他们要转正哦，侧门就不用太多，侧门两个回正门 ，OK 好，停停停停好。
好，就先这样子。他们还是要，他们还是会进攻侧门哦。他们侧门还在集结哦。他们侧门还在集结哦。他们没有进中，我们没有进中，九九被爆，摔死。没事。OK， 没摔死。IG 一，哎 ，IEG， 你怎么没有跟九九？没兵吗 ？IG，IG， IG 你没兵吗？好，有没有你们吃掉那种炮兵了 ？OK。哦，功成身退了。好，娜桑塞欧娜娜，非常好啊！吃掉炮兵，可以吧？哇，没有，错不了。可惜了，如果你刚拉快一点，拉过来应该有机会。没有，我刚才按 B 了，可惜。哎、欸，没关系。阿奇，阿奇下线，八八，八八，阿奇。哇，这个时间断线哇、欸！上面哦，有人在架炮啊！简介啊，可以。我们外面有人可以开前线吗？哇，这种时间点不用开前线，开前线可能只有我哎、欸。干爹一二一哦。炮兵吃掉爽，那我爸开前线喽。开前线应该也没用了，对，不要开前线了，因为九点半留兵，对，留兵顾那个拖就好。而且就算开现在，就算不是九点半你开也没有用，谢尔玛已经变他们的，他们补谢尔玛来回绝对够两分钟。这样好了，在外面的中低阶的那个中低阶练度的人，帮我们追击韩国人，卡他们，谢谢。Poco， 他们在 Poco 集结，马尔他、盾毛、那个果兰、宗师，正门稍微注意一下、哦，他们还是想打正门。还有一堆小炮在宗师里面，好盾哦。那个苦力怕你的眼，侧门有没有进中？等摆一下、哦，侧门至少两组，要两组进中。叫站着啊！没有，没事，可以。哦，那这要挡。那个挡防御的、啊，好。我们有一堆盾矛、中马、车、桥东和金钟，备战有很多、哦。哎、欸，侧门，小心！侧门哦，金钟 stand by 哦，因为有骑兵。等一下、哦，我要炮决对方的大弩哦。讲那个炮声。哎、欸，这个克里克火箭。哇，刚那个刀都是谁？我就没有想要叫他去那个正门，没关系。这刚哪弄？哪弄后退？哪弄后退？刚弄炮没了。哪弄？你旁边那个是？那个城墙上来人哦。哎、欸，16，你有没有千斤坠？有啊，扣着。他们下一组中士进来，如果我直接强推的话，你就直接破掉。哎、欸，城墙上的人来了。大门口要破了吗？我看到好多兵哦。大门口出来一些哦，然后把他们推回去啊，他们推回去。小炮兵上城墙、哦。正门。正门缺进中哦，正门缺进中跟大盾。我跟军爸爸过去了。那个兵不够有死光的可以推出来。对，我们有够备战，然后器械架给队友，然后就赶快推出来。正门口要帮忙。送他出去，快点！哎，快点让八家组进去啊！远征苦力怕，准备。我人不在。八九，你现在备战是几？安 B。哦，我进来。我刚在冲队友的那个炮。哦，这个马冲、欸，这个马冲有点冲哎、欸。保护小炮，枪兵来。保炮。OK 的，枪兵上马 AI， 动啊！我远征送掉、哦。我去上马了。上马、欸、AI 有听到吗？你带你的兵去那个。中央据点帮忙打。我刚才备战是2，应该再一个我就可以进了。破口，破口，哎，破口进来喽！破口一组，大盾一组，那个飞盾哦，可能要帮一下哦。破口没人呐、啊，哎、欸，一两个人去破口。小 boss 啊，小 boss 啊。
破口破口不要人，破口谁可以去帮忙？破口破了，我要过去，我要过去。好，抓把送去，然后。炮兵那个我要去清了，苦力怕你怎么在左边？我要去清炮兵啊！好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送人送人送武将哦！那鲁兵苦力怕清完，赶快往张据点方挤下去，给他们压力。我兵都没了，送干回去，送干回去，送干回去，不要出去，正门可能需要人哦。正门可能需要人哦，我再重申一遍。正门要没兵哦，正门。但是正门他们挤了，他们挤进来了。正门他们挤进来，楼上也有人。正门进来喽。我要去叫兵哦。先退了，我先退了，我没有兵。这个镜中停得太后面了吧？这镜中有点母汤哎！我在猜对方的器械。回怕上面的那个什么，上面的炮兵你们吃掉了吗？没有，对方炮兵撤走了。好，我知道。鲁兵，看能不能收掉他。我换中士了，鲁兵撤了，好起来。把他那个炮拆掉，有空城塔在外面。那个有正那个什么张据点，谁可以架器械把那个后面的贝顿弩干掉？要怎么炮？野战可以，随便都可以。铁砂反袭野战。哎、欸，那个谁不要冲出去啊！哇，正门吗？正门吗？好凶！你的那个镜中如果没有平队，先不要拉。你有平队，赶快挤去那个盾后面。镜中，快来哦！哎、欸，战神，你退出去，你是不是剩下清许了？战神退出去，没兵的退出去，没兵的退出去。你直接踢出去，那个蓝兵、绿兵都退出去。没有啊，舅舅，你可以踢他出去啊。正门，但是你要看备战哦。你先想用讲的。我人在备战里面。哎、欸，我没在备战，我出去一下。哎、欸，把他打出去，把他打出去。算了，继续赌局。我还有两分钟哦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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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现在没有备战。里面给你哦，我先出去了。我在里面，我在里面。城墙上来人。侧门很多，侧门非常多。那个城墙上的火炮，那个火枪准备撤哦。他们人从谢尔玛要走到托伦来了。他们带了一个工程塔。可以，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六分钟，六分钟，六分钟守得住。有人跑出去了。准备阵型。好，没有兵跑出去，就牺牲自己去拆兵，我觉得可以。但是，如果是那八七乱跑，那我就不接受。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侧门要加炮，侧门要加炮。他们有备战哦，要塞满了。这谁的那个？侧门加一架，加一架炮。谁的窑洞啊？对啊。不要加那个门口。阿俊，你可以把他抱进来。加两侧。加两侧。门口不要站。门口站会被白嫖。加两侧。可以拆下器械吗？哇，没拆掉。海军他上来了。哎、欸，他们，哎、欸，这个镜中谁的？注意哦，准备哦。他们侧面哦，他们侧门来了。我没有人保护八加九的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这不冲的漂亮。我先撤门哦。保护八加九的火兵，人呢？撤门，来补撤门，撤门爆了。哇！来送这个，漂亮，送这个出去。把武将杀了。
准备阵型。才就把打那个旧炮的。哎，麻麻麻麻，平台平台平台。有没有飞龙？飞龙，飞龙有那个空天雷吗？你那个铁犁也可以啊，就在正中间。好，可以。哦，拆器械拆好爽。哇，一窝蜂，这个是骑兵来的冲锋，挡了一些。三五，用那个铁犁。有垃圾就丢出去，你有垃圾就丢出去，不要留地了。来杀武将，这边有一个武将，侧面有一个武将跑进来了。哎呦，死了！他们破口这边破口还需要人。破口挤过去，他们挤进来了。他们想从破口打一波啊。我们是没有人吗？好凶是谁啊？好凶，我看一下你在哪。恶人在努力啊，要。做得好，有人在占那个人家的大本营，我们队。哇，好会投啊！啊，他们守。鲁宾退回去。你小心点，把兵杀了，他们一定要回去守那个大本营，他们自己的大本营。他们大本营有关联正北，小心点。跑不掉。没关系，做得好。没关系，真的 OK。把侧门的兵杀掉就可以了。正门有关联进来喽，正门关联进去喽。我拿物资去吸引他们了。可能要有人转正门喽，转正门喽。哎，我的炮兵没了，没兵了，我没兵了，我要撤喽，备战的。准备了，我先备战六个哦，准备。啊，我也进去的话，进中跟马。补几点先稳住，再回本阵，对，回中央。这个位置不错。然后，哎，这边。那个夜雨星辰 ，Nanometer， 你们去帮一下那个小米点的位置。这边有人进来哦。这边是双刀在偷哦，这边是双刀在偷这个隐身的。其他人不要往点的方向、哦。不要太多，不要全部回去。来补给，一个人去拖就好，一个人拖着就可以了。那个 NO 去抓了 ，NO 偷 ，NO 偷 ，NO 去处理他，其他人回来补给这边。战神 King 帮一下 Nanometer， 阿奇妈干掉之后赶快回装去点。他们小心，他们侧门。他们会偷侧门，他们会偷侧门了。破口进来了。那，这个波兰冲的不错，这个波兰冲的不错。他们有人到我们本阵了，回本阵，都回本阵，全部都回本阵，现在全部都回本阵。可以啊，他们要偷本阵，他们偷本阵。现在基本上换马就可以了，马或者是那个什么，维京人。是啊。对，现在四十几秒，他们不可能。他们四十几秒不可能冲了进来，冲进来了，把那个盾堵在路口，盾直接全部塞在那个路口，马冲出去，然后盾塞路口，30秒就赢了。撑一下，啊，撑一下，应该是赢了，因为美军基本是输了，赢了，小心，赢了，小心一下敌军，等我一下，赢了，被下球了，等一下，我挑衅一下敌人，不好意思。而等鼠辈死战必败，不堪一击哦，不堪一击打出来刷起来，我自己嘲讽就好了，你们讲讲这那个刚刚那个不宰哦，他旁边插过一个那个残血的镜头，胜利，刷起来，可以啦，好爽啊，后面一个嘲讽好爽，可是谢尔玛掉了，对啊，布雷尔也掉了。我有点想扛掉蛮多地的啦，两块。那个什么，刚刚应该有普洛克有拿回来，所以还 OK。对啊，还是。是努尔图也是啊，李斯威也拿回来了。那个努尔图有拿回来吗？云霄拿下来。哦，
我们这边失去的是雷布尔跟谢尔玛。没有，谢尔玛、雷布尔跟芝加赫努尔图。不过他努尔图、芝加赫有还有不同盟的战。都被云霄拿走，所以不算吧，算还好啊。最重要的是谢尔玛跟雷布尔。可能你要想他们会不会还我们啊？啊？什么？可以没有？可以给他们啊，反正他们也要战王神啊。哦，啊，我们掉那么多地，然后换来一个村，亏啊，大亏啊，很亏啊！外面这是怎么回事？好多人哦。可以，如果想要解追击任务，就去外面吧。那基本上应该就到这里了。那个就是一打五不要。那个可以中场去洗个澡吧。可以，可是等等要开会，还是没差。我先问。没差，他先去洗啊。还可以擦，现在可以擦，随时都可以擦。对。有要开吗？有，等一下开会，等一下开会。反开。他就把我跟五虎讲一下。反开。你们在哪开？五辣。五辣五辣，对五辣。哦，妈的，五个人。那个去五辣等吧，等一下，他们要开会。可以的话就自己上去啊，我一个一个拉会拉很久。那我要给小米拉，我也要给小米拉。扯淡。哎，鸡巴呀！自己上去啊。我喜欢给人家请神主牌吗？你是神主牌吗？没错，你要抱持着尊敬的心。假赛呀、啊！